这脸蛋摸起来可比春风楼的红鸾都要嫩呢、啊，看来还是我这王府的水养人呢、啊。啊，过来吧。王爷，奴婢今日来了月事了。会，滚。是。王爷，奴才有事禀报。王爷，福家婚礼安排在别院，但收到凌阳县人的消息，确认过了。王爷放心，因为消息机密，怕被人调换，所以每次密信来往，随信都有一枚信物，外人断不知用意。联姻刺杀，晋王藏身。